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低压燃油系统压力太低，环境温度太低是什么意思？该通用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 DTC 通常适用于所有 OBD2 车辆。这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来自现代、福特、马自达、道奇等的车辆。低燃油压力系统通常用于柴油系统。喷射泵的工作很繁重，因为为柴油发动机提供了它们所需的高燃料压力，以使燃料充分雾化。就是说，喷射泵首先仍然需要被提供燃料，这是低燃油压力泵系统发挥作用的地方。密切监视这些状况对于 ECM 发动机控制模块非常重要。原因是，由于负载不足的注入泵、注入器不足而导致的任何引入的空气都可能会造成重大问题。强制受限功率通常是车辆在需要控制某些值以防止操作员进一步损坏发动机时进入的一种模式。燃料还必须经过众多的过滤器、泵、喷油器、管路、连接件等才能最终输送到发动机，因此，您可以想象，这里有很多可能性。即使很小的燃油泄漏，通常也会给您带来强烈的气味，因此请切记。在 P00B9 低压燃油系统压力太低、环境温度太低的情况下，低的环境空气温度导致燃油压力低，这在您想到寒冷天气下遗留的液体时很有意义。在监视众多其他系统和传感器的同时， ECM 已检测到燃油压力低和或流量不足。注意当地的燃油状况，重复填充脏燃油不仅会污染燃油箱，还会污染燃油泵以及所有涉及到的城池。P00B9 低压燃油系统压力周围空气温度导致低压燃油系统内的低压时，设置了太低、低环境温度代码。此 DTC 的严重程度是多少？如前所述，当涉及柴油发动机时，低燃油压力会在将来造成问题。我想说的是，严重性将设置为中高，因为如果您打算每天驾驶车辆，并且它是柴油，则需要确保您的燃油系统功能正常。该代码有哪些症状？ P00B9 诊断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低功率限制输出异常的油门响应、降低燃油经济性增加的排放、呆滞的发动机噪音、应启动发动机启动时冒烟是什么导致该代码的常见原因。产生此代码的原因可能包括燃油肮脏、极端寒冷的天气、温度、燃油滤清器堵塞、燃油管路受限制，例如扭结、堵塞等；燃油泵吸油脏、燃油不稳定；燃油喷射器故障、低压燃油泵弱；燃油，例如旧的、浓稠的，已被污染。有哪些 P00B9 故障排除步骤？基本步骤一：确保 P00B9 处于活动状态，温度在合理范围内。如果天气非常冷，则可能需要先让汽车充分加热，然后清除代码并驾驶汽车，以查看汽车是否再次启动。有时，我们周围的元素足够极端，以某种方式甚至会使最可靠的品牌和型号出现故障。基本步骤二：确保没有泄漏，请立即解决。这会导致任何封闭系统中的燃油压力低于预期压力，因此请确保系统正确密封且不会在任何地方泄漏。生锈的管路、燃油滤清器垫圈、O 型圈损坏等都会导致燃油泄漏。基本提示 No.3 检查低燃油压力系统的过滤器。它们可以位于车架导轨上或靠近燃油箱。应该很明显地发现燃油滤清器是最近更换的，或者看起来从未更换过，或一段时间未更换。相应的更换。请记住，将空气引入柴油燃料系统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纠正，因此请确保遵循正确的放气和过滤器更换程序。有关规格和步骤，请参阅服务手册。基本步骤四：如果可能，找到您的喷油器。这些通常很容易找到，但是，有时塑料盖和其他托架可能会妨碍正确的外观检查。确保没有配件或连接器泄漏燃油。而且，在喷油器本身 O 型圈周围是常见的泄漏。目视检查是否有任何物理损坏的迹象，或者是否有任何会导致燃料流量减少的事情，例如喷油器的扭结。考虑到开口太小，燃料中的颗粒物是真正的可能性。确保正确的燃油系统维护，例如燃油滤清器、EVAP 等。